琼斯高颜值的小鲜肉。琼斯是一名私生子，他幼年时被抛弃，当地的一名乡绅也将他收养。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琼斯转眼长成了一枚水灵灵的小鲜肉，深得乡绅欢心。小鲜肉琼斯血气方刚，他前脚刚和牧羊女搞上，后脚又勾搭上邻近庄园主的女儿索菲亚，并与索菲亚互为真爱。乡绅的侄子布里菲恨极了琼斯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琼斯抢了他的心上人索菲亚；第二，琼斯会分割他舅舅的财产。琼斯表示怪我了。为此，布里菲联合两个家庭教师在乡绅面前诋毁琼斯，正所谓三人成虎。乡绅将琼斯打发去了伦敦，这一路上琼斯艳遇不断，前有疑似琼斯生母的珍妮女士诱惑，后有伦敦著名荡妇贝纳夫人勾搭。看来小鲜肉真是深受广大妇女同胞的喜爱。然而病软琼斯虽然万花丛中过，却一直惦念着真爱索菲亚。可布里菲打算对琼斯赶尽杀绝，他设计让琼斯上了绞刑台，千钧一发之际，琼斯的身世真相大白。原来琼斯是布里菲同母异父的兄弟，也就是乡绅的亲大侄子。死里逃生的琼斯不仅得以继承乡绅的财产，还成功迎娶了真爱索菲亚。汤姆·琼斯由托尼·理查德森执导，讲述的是妻儿汤姆·琼斯的生活遭遇。琼斯是私生子，被一名乡绅收养。布里菲对琼斯非常的嫉妒，极力在乡绅舅舅面前重伤琼斯，于是琼斯被逐四处流浪。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，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。